西藏，一直中国共产党扶持。但阮国民党即摆袂同款种安尼，但是国民党更加厉害，就是用私权，吼，解释权力的手哦。啊，伫这当中呢，咱真惊到这点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包括吼，包括这应该无只痛，赶紧啦吼，有一人，我感觉因为委员有好问题吼，各级选举的时候，连监察院都选煞哦，选煞，阮即摆就任两年外呢，问来讲，啊，恁过去政治献金安怎办？伊就举啥？根据讲陈水扁伫司法，伫法院写一个，口供笔录吼，有写陈水扁做总统的时候替大家募款，去关乎民进党台内的议员、立委、县市长，这跟监察院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监察院根据这个笔录，去询问了所有参与的立委选举的民进党提名的代理的人，叫因爱来报告，这个是不是有收到这点钱？啊，我就甲主席大家讨论了，你们连参与都不爱参与，连干参与吼，监察院他是扮演这样的角色的。监察院伊咧指使整个一个风气，这个选举到关的，啊，嘛不是发言条。啊，我相信你伊即要安怎操作？伊就是要将这准备着，你若记姓名，也是讲了闹交，也是安怎的吼？迄虽然是罚款了了啦吼，但是伊甲你无限上纲。啊，你啊看，安怎去大贪？即大家拢小贪，大家拢做伙上班，啊，就开始一直点啊。这个是他整个一个策略啦。啊，咱嘛清楚伊这点。啊，所以呢，啊，就卖操作两处。这个是伊即摆你啊看，就这个，他最后的一个武器是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各样的物件。大概要甲大家报告讲，伊灾后大家处理好势吼，大概大家关心咧，嘛爱去关心啦吼，但是不用担心那么大吼，要关心，但是这个当中呢，也不用让大家过度的担心吼。啊，台南的情形呢，啊，我相信清德进前来吼，啊，我本来要陪伊来吼，啊，我拢我同伊个清德的大概目前是稳定啦吼，上稳定的一个城市。大概有五比零五了哈，那还有大概大概10%还没决定的哈，大概但是呢，总是给他给你省了哈，因为国民党比不过，民进党比不过哈，大概算计都没当要看啦哈，大概国民两党各自每一个蓝绿县市都赶快，当中大概有40%比不过哈，伊咧台北市以外，啊，但所以呢，咱看因虽然。国民党也算人民票低，但是呢，再怎么阿猫阿狗选吼，国民党一样一直嘛，赶快有那个盘啦吼。这咱爱大家爱讲老实话，你赶快，民党伊若不是行这个党旗，我相信嘛，足侪人转袂落去。吼，这赶快，这个叫基点盘啦吼。啊，所以台南嘛，请大家放心，但是有亲戚朋友嘛爱拍一个呢吼，台南甲高雄拢爱拍一个吼。那么台中呢，是目前那个艰困啦吼。原本我们认为台中比较弱。蛮乐观，大有可为所在，但是这算计策略可能还比较健全哈。啊，因为这个胡志强前面都无好，但是呢，胡志强正好做啦，整个台中环境这每天叫收编较好，连得去报业派位都做派，拢无要甲报，这是真厉害的所在吼。啊，吴志强啊，咱你讲伫这个中国国民党内底反对主席内底，伊算较。他手段啊，但他八面玲珑。